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给予我很多梦想和给予我很多动力的地方。我觉得在这里读书让我感觉到了，就是啊，外面的世界很大，总有你想学到的东西，但是你要通过努力去获得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Lee， 我来自于上海，我是New Pathway 的学生，然后我今年19岁，我现在就读于美国罗德岛的 St. George's School。当时我来了这里看了之后，我看到这里蔚蓝的大海，看到这里阳光明媚的天气和和蔼可亲的同学，让我决定了我要来这所学校。在这所学校里，在时间里很多时就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可以跟不同的同学交流。在教堂里我就是沉思着，在课堂里我就是跟老师发问，然后跟同学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。在体育场上我拼搏努力，然后争取每一个可以踢进去的球。然后我觉得这种学校里教的书，教堂里唱的歌，体育场上拼搏的比分，都是我就是很感动、很珍惜的每一点每一滴。在美国就涉及到了，有不同的人种，不同的经济情况，不同的兴趣爱好，然后你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尤其在这里一个 boarding school， 我们来自于30几个州和30几个国家，大家的兴趣爱好都非常不同。所以说我学会了就是怎么去接受别人的不同，并且去改变别人或者是改变自己去适应一种生活。所以我们一个班都是10到12个人，就是说老师可以给每个学生足够的就是注意力，让你觉得我收到了老师这个很好的关爱，就是老师也会逼着你逼得很紧，所以说你得去做你自己的东西。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平常课业很繁重，比如说你起不来床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教你一个绝招，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把你的床给放起来，就是你睡在上面，然后你的手机呢不要放在床边，你的手机放在书桌下，那么你这个时候早上一起来闹铃，你就必须得去爬下去拿，所以说你就起床了。有的时候我很懒，所以这招我经常使用的。在这里我生活得非常愉快，然后有自己的朋友，还有每天都有一些空闲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业余时间，就像我说的一样，我喜欢去见见数学模型，去跑跑步，健健身，然后出去购购物，或者去海边走一走。所以作为 New Pathway 的一员，我就希望能够以我的这个能力去展示给大家看我一个真正的 boarding school 的生活。教育它是一个人生的一种成功，是一个一辈子的财富。就像我在 New Pathway 一样，我从一开始申请 boarding school 的时候就受到了就是很大的帮助，很难以置信，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说英语，就是基本上是不说英文的，到现在可以就是有很多美国的朋友。就是我觉得当我起步的时候， New Pathway 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，让我至今都是非常的感激。希望能够去不断探索自己的极限，去创造自己的价值，并且把自己的价值给予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